这一对表多少钱啊，大哥？180，一个90呢。苏联也不能这么贵啊。这个呢？这多少钱？啊，60。60。这个呢？这个30块钱行不行？就先拿这一个吧，我喜欢上面图案，谢谢谢谢啊，扫你。咱们在这个哈尔滨最大的这个古玩市场，买到了一块老手表，是赔是赚呢？咱们回家看看。今天呢，仅花30块钱买到了一块前苏联的手动上弦机械表，表盘的底部呢印有 CCCP， 意思是苏联制造。这块表啊，相比其他表来说非常非常特别，特别在表盘的图案上。我们看表盘上有一个人物的画像，还有呢一面国旗，旗子呢是三色旗，由白蓝红颜色组成。这个旗子呢可以追溯到14世纪。这块表呢上面有这个三色旗，三色旗呢是俄罗斯的国旗，但是呢又有 CCCP 苏联，这块表极有可能是苏联解体前后生产的，所以呢出现了很多矛盾的东西。这块表呢是一块纪念手表，左面画着呢就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。这块表呢应该是生产于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俄罗斯联邦成立，叶利钦恰恰是促成这件大事的关键人物，所以呢这块表看似普普通通，实际上记录了一件历史的大事件。